现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大型无动力游乐设备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这给孩子们一个安全寓教于乐的成长空间，也承载了很多孩子们童年的快乐和幻想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牧童集团广东实业有限公司，一起来看一看秉承着让世界更快乐的初心理念，牧童是如何走出一条匠心之路的。看着最初创业时的照片，易爱德依然还会感叹，20年前从国道旁的小作坊起步，这一路的风雨都镌刻于心，最多的还是牧童人留下的那些感动。正是这过往的点滴，成就了牧童的今天。2023年的淄博热度非凡，位于市中心张店的儿童公园，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开启了改造升级工作。经过招标评审，牧童集团成为该项目户外无动力游乐设备的供应商。